警方破门进行搜查，将相关证物一一查找。民风淳朴的郭姓乡，竟然也出现制毒工厂。45年出的苏姓嫌疑犯，就在自己的厝内底制作毒品。警方经过长时间跟踪，今仔日早起在嫌犯的厝内底将伊逮捕。趁着他小孩上学的期间来进行埋伏。等到他上学之后，我们再一起查获这样。那进去里面味道也很重。进去里面就有闻到一股味道很浓的味道，就是那个化学药品，没有错。警方一入去厝内底，就闻到现场传来阵阵化学药剂臭味。进一步搜查时，发现真侪牌子的感冒药水，甲一挂化学药剂，原来是苏姓嫌疑犯，拢是趁着无囝无伫厝的时阵，利用这药品伫厨房来提炼安非他命。他也有一张表示列印所有的厂商的药品。感冒定，然后再到西药行去购买来提炼。那是在厨房，利用厨房来制造提炼这个安慰他命。这边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料。在嫌犯的厝内底搜出半成品，甲一挂料，总共300-400公克。在嫌犯嘛被警方带回去警察局进一步侦讯，这一届会当顺利来侦破明天制作毒品的案件。除了是警方平常时啊积极办案，国家上苏姓嫌疑犯一直都是原来制毒的累犯，早就被锁定。那是我们辖内的毒品这个类管，他以前也是可以说我们辖内的这个制造安慰他命的始祖了，因为他的同伙大部分都已经落网在监护刑。大概就是只剩下他，所以我们都有在掌控他的行踪。苏姓嫌疑犯下令讲是真好大胆，由因兜离派出所才短短50公尺左右，竟然当头白日就来制毒，如今被逮捕，才证明歹路唔通行。记者甲记采访报道。